谁说男孩子不能收到花花的？出发！竟然关门了，买到了，给他弄一个最不一样的花花。是我的、啊，你怎么想的呀？喜欢浪漫与实在融为一体。我真关了。哎，这家都娶我的房子没有了，20块钱，10块，30块。好，最后一张，不管流于性命的那天，我们从红木楼说是光，说明它就是一套房子。这都是形容你的眼睛。原谅我不可再怕。